2012年8月30号，麦琪宝宝来到了那个中兴大学，在这个校门口就看到大片的这个绿地，然后长满了树木，很多人在这边做运动。想哪一天如果可以到这边来，这附近居住，然后早上可以来这边做运动，算是一个非常好的。耳边也听到知了的声音。羡慕。